垃圾分类定时投放点。手机卖场，对面是手机一条街，全是手机店。有需要买手机的朋友们，可以来这边逛一下。余杭农商行。这个名字还是比较特别的，余杭农商行。这边啊是临平区，怎么会有余杭农商行？稍微有一点点异常，不过问题不大。过下这个马路，斑马线过下。这边也是买手机的，以旧换新，旧的手机啊也是可以拿来换的。这边也是手机卖场，太厉害了。这边啊基本上是一个手机回收的集散地。这里也是啊，手机镇，我愿称之为